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马老师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汉语中的和。你知道吗？和常常和名词在一起。比如说，我喜欢喝咖啡和红茶。第一个学生说，我今天累和热。我们不可以这么说。当两个形容词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说，我今天又累又热。第二个学生说，我去了一个饭店，和我点了很多中国菜，我们也不可以这么说。两个句子的中间，我们可以用然后。我去了一个饭店，然后我点了很多中国菜。第三个学生说，老师，我会说汉语，和我会写汉字。这个情况下，我们用而且。我会说汉语，而且我会写汉字。好了，你学会了吗？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